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the world. Where will you be? 你会在哪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真大传播学院是最好玩的地方。我在这里。就我觉得传院学生都就像梦想家一样。到了这边来之后呢，他们想尝试各种可能性。传播的知识其实存在我们社会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学传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学科。我们允许同学自由地去想象。我们不限制同学选什么。他们飞多远，能够飞多高，这个呢，我想在这边完全是掌握他们自己手上，然后自己去规划你的学习地图，在这个大学四年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完成你梦想的一个美丽的路径。来，现场准备哦，十、九、八、七。就在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有一群热衷于媒体业的热血青年，他们以各种形态来正面迎战这个快速变迁的媒体业。政大大学报是政大传院的学生媒体，那我们报道是全台湾的大学的大小事，从校园的议题新闻到生活新闻、艺文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然后还有副刊新闻，那这些都是我们负责的范围。进到这边，我觉得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地球人站出来！充满兴趣的，但是冷静的去听别人的故事，去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这门课最重要的一点。蹲点台湾是传院的一个长期的计划。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到乡下的社区里面去待15天，然后去拍一个纪录片。关心一个社会的议题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共同的责任。媒体是领先，是带领着社会进步，而不是拖着社会退步的一个媒介。所以当然这个应该从养成时候就开始。还有人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他怎么去跟人家互动，怎么样去完成自己，并且怎么样去表述他眼睛所见到的现实。在这里他可以用写的，可以用演的，可以用说的，可以用拍摄的，可以用录音录影的各种方法来告诉别人他自己所观察到的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故事云呢，就是一个连接台北、东京、北京、上海、曼谷等等亚洲城市呢的青年一起在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创作的一个平台。的世界原本都小小的，可是有了传播之后，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大。从广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创造一些无形的价值。可以让这个世界是增添一些颜色的，更好玩、更有趣的。只要给他们适当的引导，他们就会做出让人惊艳的作品。I'll find it, love it, 因为它好值得你讲。传播就是一种 rock。其实在现在新的传播里面，科技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我们具有所谓的理论的基础的脉络，也具有所谓的实作 的经验。我希望说他们是可以把自己想要创作的这些热情用技术表现出来。Natural Formosa is the first cross-media production in Taiwan.To discover what you might otherwise never have known. Just
传播是丰富的色彩，它让一成不变的世界缤纷耀眼。住在哪里？传播是魔术，它会变出最不可思议的故事。传播是银河，只有在最漆黑的夜晚，你才能看到它千变万化的美。Communication is connection. Communication is connecting with people.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стирают границы. Communication is what makes us human. 传播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边界。İletişim bütün dünyayı görmemi sağlar. Communication is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sharing of emotions, so we can live a happier life.如果这样给学生一个广泛的认识他自己的能力的机会，他能够成长，变成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自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发展自我所需要的资源，成为他所想成为的传播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欢迎你进入这道门。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我们在这里。